よ。うん、ジャンプ。すごいじゃん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， 我是 Regan， 耶！ Yeah! 很多这些未成年的小粉丝很喜欢看到 Regan， 所以我今天带我小孩来这个鱼市这边来采水果。那鱼市这边呢，从六月到十月哈、哦，分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可以采。那现在应该是有苹果跟葡萄。那详细呢，我等下去那个观光果园看一下。Hey, I got a confession. Been losing all momentum. Just because it's easy. But that don't make it better. 那今天我老婆在家顾二宝，所以今天连谷的保姆是俊佑的女朋友。来，大家很想听你说中文，来。说个中文好不好？巧克力，冰淇淋。那你还会说什么中文？草莓。那这边写今天可以采到的水果哈、哦，有苹果、蓝莓、李子，还有水蜜桃。然后这边买这边观光入场券。这边有中文，中文虽然不是很准啊。那大人这边是吃到饱的，一个人1500，小学生1200，然后3到6岁是600块。那我跟我小孩，然后会员可以有10%的折扣，然后这边可以拿男子自己拿，然后这边有附一个小的菜刀。林哥，你要先采什么水果？这个，哪一个？口气。好，你采这个。哇！哎，哇，すごい！すごいね！哇，陈林凯，这个是什么？苹果。来，中文叫做苹果。苹果。嗯。爸爸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爸爸有这样子吗？啊，妈妈嘞，妈妈生气的时候，哇，苹果，哦，好大颗哦，哇，那蓮くん苹果取りすぎじゃない？そうだよ。何個取ったそれ？はい、どうぞ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、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。爸爸は？爸爸はないです。爸爸没有。爸爸ゼロ個だよ、ほら。爸爸ゼロ個。哇，这边就是鱼市，都是秋林。哦，现在在采蓝莓了。来，你自己放这边。哇，这边好多蓝莓都可以自己采。哦，水蜜桃，你还在采一颗给爸爸？好，十个以内。好了，够吃了。然后这边也有李子。但是我们都不喜欢吃李子，所以我们就拍给大家看。那这一个观光果园的面积非常的大，小孩也采水果采得非常的开心。哇！哦，变颜色了 哦，洗干净哦，来，
总共有三颗哦，洗干净。哇，等下爸爸切给你吃。苹果好吃吗？来跟爸爸说一下，苹果好吃，苹果好吃。还是给我讲日文，你不说好吃，等一下没有冰淇淋了，好不好？好吃。这样你才要讲中文。卡龟 pose， 那爸爸生气的时候。妈妈生气的时候，老师生气的时候，老师哦，哦，先生哦，在家里都很好笑，为什么现在都不好笑了？好笑一点好不好？来，我倒地下。もうランチタイム終わりだから。耶，我点的是这边的一个猪肉套餐。那1650日币哦，有一点点小贵。那刚刚因为我麦克风忘了开，所以我吃了一点点，分量还得比这个多一点点。来呀。然后寿司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可以提味，然后这个猪肉其实吃起来还蛮香的。红萝卜，嗯，这红萝卜好吃，红萝卜应该是用这个烤的，然后那个萝卜啊吃起来很软，然后有点微甜微甜的，我觉得这个蔬菜比肉好吃。我觉得整盘我可以吃蔬菜，嗯，马铃薯也好吃，不过说实在分量真的有点少，我觉得男生应该吃不饱。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就在鱼市的葡萄酒庄，然后这边有一间餐厅，然后那边有个卖店，然后有一个卖这个下午茶、冰淇淋跟面包的地方，我等一下再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那我儿子吃的是这个儿童套餐哦，1000块日币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哇塞，何にそのダンス？哦，跳舞跳舞的。哇，看他有多搞怪了！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爸爸生气吗？超得意的，但是我连。你刚刚翻白眼。七档，七档啊，七档啊！猿だ、猿。猿みたい。猴子，猴子，猴子。模仿猴子。大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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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象。哦，怎么样？起动啊啦！咦咦咦咦耶！来，吃完了午餐，我们就要去吃冰淇淋、吃甜点了。哇，
吃完了中餐就来吃巧克力冰淇淋，好不好吃？轮麦，爸爸台北得意，台北得某意，打咩？爸爸也想吃耶。谁要打？我这个米じゃないよ。食べてみて。然后这冰淇淋店的卖店的环境非常的好哦。好，这个吧。大丈夫，大丈夫。我失败。然后这边还有一间卖店哦，都在卖这边自家生产的葡萄酒，那我就带大家再参观一下下。然后这边卖很多鱼市生产的葡萄酒，那鱼市这个地方在全力发展这个葡萄酒的事业。那上次我有买这一瓶，1890块日币哦，其实还蛮好喝的，蛮顺口的，价位也没有很高。如果第一次来，我蛮推荐你可以买这一罐的。这边都有介绍，它是比较甘口的，微甜微甜的。然后这边也有摆一些北海道酿的一些清酒。哦，当店第一名哦，这一罐3000块日币哦，这一罐我没有喝过啊，我买一罐回去喝看看。我一个，十个，又一个。Wondering if thousands of miles away, the sky is just as blue. 我是北海道女婿，那我今天带我小孩哦来鱼市一日采果，也来到这个鱼市葡萄酒庄吃午餐，然后还有吃冰淇淋，还有参观这个卖店哦。那不妨大家来到鱼市，可以照我这样安排一日游的这个家族行程哦。那我是北海道女婿，后面的是 Langren，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Closing your eyes, I will be beside you, and my heart will glide across the miles to fly right to you.